Hello， 大家好，我是多优小白雨中。上个周末呢，我的朋友呢把他一些多优的一个车牙就捡了给我，然后所以我今天我就把他们合并在一个盘里面然后顺便把修理一下我之前买的一个二手多优，然后把他们换换土，然后收收根，然后是备齐，我们马上开始吧。好，不等你了。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在前几个星期在一个刚区的二手市场买的，然后10块钱这么大一盆，而且我觉得这个它是很普通的品种，而且它的生命我觉得很漫长，因为那个养它的人呢，就是它就因为这个盆上面是没有孔的，然后它买的时候它也舀水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水都铺满了，然后我觉得我舀这么多水居然还甚至还可以，我觉得蛮厉害的品种。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我朋友前几天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他的作用给我，然后就尽量就会把这些拼出去用这个在没想到一个妈妈盆里面，然后其余的我就把好的就放在里面，然后把好的我觉得比较小的我再用另外一个盆去种上来，然后呢我会用这个然后这个就是网上很多多优大神会干的一个多优图，然后最后我会放一个小白石在上面，然后呢这个就是也是很多会干的一个也是帮你买的多优的我在一杯子买了一些工具呢，还没到，那我就用最简单的就是先用刀，那我们现在开始吧。不顶，干嘛？要抽瘾了顶。谁呀？给猫吃吧。抽烟好呀，舒服呀。那放出去，扔在盆栽里面。那为什么放你都有呀？这个我要换换土的呀，这个土就太紧了，不行。那就放了。那第二他走了，下次他还是放出去。放出去干嘛？放那么大的？他很大条啊，第二。2000 years later。
然后甘草就把叉烧刀肉再冲一下水，把它的旧土跟那个很旧的根都冲掉。然后本来我想今天可以马上就可以喷的，但是今天也没想到要做这么多的裁剪，然后他们要可能要一到两天先愈合一下他们的伤口，然后才可以冲下去。那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吧，然后过两天我们再把他们放到新盆里面吧。2 days later， 我昨天的多肉呢，我就晒了一整天了，然后现在就把它们放进我的妈妈盆，然后其他的都会放进一个其他的小盆里面。先盖一层土，加少量硫磺粉抗菌，添点除虫剂，加点肥料粒，选个漂亮的放空间。选哪个好呢？感受到当渣男的烦恼，戳戳戳，这颗爆了好多小芽，都先摘下来枝插。放两颗高的一左一右，左青龙，右白虎，老牛在腰间，龙头在胸口。又对另一盆多肉下手了，摘出两株小臭芽，3分钟内种回去，他就不会知道小刺芽被摘，不会伤心。土都用光了，还有颗分子碰在鸽子头上吧。还是先干正事吧，铺上小白石装饰，整理一下站在多肉上的小白石，大功告成。好了，终于完成了，然后其他的我还继续会把它放在另外一个盆里边，然后这个以防万一，我还是明天才会舀水吧。就这样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的话记住按赞哦，如果你有其他的拼盘小技巧也可以在下边留言给我看的。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